有一个挂帅的开幕哦，来挂帅。好。Hello。这边要点。Hello。啊，你用别听。喂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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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这个马祖杯像全国的球技比赛，已经办了第十年啊，已经转型啊，全国这个真重要的球技比赛哈，第二大比赛啊，咱八卦山球技协会啊，而且已经推动十年啊吼，啊，这嘛第十届球技比全国性的球技杯比赛啊吼，啊，这是真有意义吼，啊，因不但办这个大型的比赛啊吼，嘛拢甲各中各校去教咱的囡仔吼。啊，去做球技的竞技的这个活动哦，啊，这竞技啊吼，让囡仔的心情会较稳定，啊，训练伊这个逻辑思考会更加精进啦吼，啊，因这个培养嘛，培养一个囡仔，伫全国杯球技比赛，透过这个推甄啊，大学考试的推甄啊，进入清华大学名校吼，啊，所以啊，情况是讲说，啊，咱南苗疆非常支持咱这个北化山这个球技协会所办的活动吼，啊嘛希望所有全国的朋友啊吼，啊会当来共襄盛举，来参加这个球技杯的比赛，啊马祖杯的全国球技杯的比赛，这是非常有意义一个的比赛赛事。咱非常感谢咱创会会长啊林大姐会长，啊甲咱所有球技的朋友共同来推动这个竞技的比赛。学生哦，我们有分学生跟社会组的哈，都是比较高端的啊。学生组都初学者，本会有把学生分成七组嘛，国小一到六年级各一组，国中组跟外县市的，算是比较进阶的，分成六组。然后我们指导学生都是有照棋规比赛，比如说很简单的桌子摸子哦，啊叫。吃姜都不用说，哎，左指摸指，然后那个左误左哈，两次犯规就算输了，两次犯规就算输了哈、哦，都是有照民国九十年，因为我们象棋协会有一个民国九十年有象棋比赛的规则哈、哦，我们这次比赛是依照瑞士制，用电脑排赛程，哦、瑞士制哈、哦，胜的人得两分，哦啊。负的零分，合起各得一分，大概比赛就是这样子。哎，